在看到所有的整个虚拟环境的样貌。哦，看到恐龙。云林县大概湖远比较辽阔了，所以我们山区的教师研习中心比较偏远，在斗六，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三台平衡，所以我们土库这个粤港学校就来担任我们土库沿海地区的教师研习中心。那也透过这个教师研习中心，我们不只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老师在整个智慧科技方面 AI 智慧数位科技方面都能够大大提升。那我想你看到这样整大面的这 LED 的墙面可以同时跟我们云林县各级学校同步来将我们的讯息能够传达。我想这样的一个教师研习中心是现在目前最新颖的方式了。现在区域发展是非常的重要，一起合作，而且更重要，彼此的交流就是切磋学习。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带着在我们嘉义市的教育团队的规划之下，他说云林的一个这个教师研习中心，还有他的一个智慧教育中心做得非常好，相关的设备也是可以值得让我们来学习来观摩。那我想我们运用了就是我们校长会议的时间，那带着整个教育团队一起来看，一起来学习。我想这在无论在城市的治理上，区域的发展上，我们都要携手合作，互相学习。椅子为什么没有扶手，你们知道吗？这么大的空间里，这么小的空间要容纳218位，我们自助必教，每一个座位148公分，为什么没有扶手？因为各位来宾就会高抬贵手放在桌上，后面就可以进出。那如果等下，我们的校长来上，你可以带吗？